哪儿搞来这么多电脑啊？不会是偷的吧？哎呀，虽然当个程序员穷困潦倒一辈子，但是你也不能去偷吧？这不还有我吗？哎呀，其实我摊上大事了，找了一份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工作。难道你要去当网管？更糟。哎，你说这个科窝勒是个什么意思 ？Key opinion leader， 简单的来说就是网红。网红？哎，他是不是苏丹红的一种？好不好吃？你能不能用这个C语言来简单的给我翻译一下？网红又称大 V， 通常只拥有百万粉丝的人，他们发一条动态就能引起万千粉丝的骚动唏嘘，意乱情迷。他们偶尔也会发一些有营养的内容，但通常情况下，他们不在乎颜值、身家、男女、长短，交朋友不在乎有没有钱。他们玩坏所有角色，还能升职加薪，当上总经理，出任 CEO， 迎娶白富美，走向人生巅峰，不在乎是不是五毛特效，拍短片、发视频，再编几个小段子就能赚钱了。你们城里人也太会玩了。不是，穷困潦倒单身狗程序员的生涯终于要结束了。欧巴，求你在迎娶白富美、走向人生巅峰的路上拉我一把吧。行，你先放。对了，你是怎么得到这个工作的？故事要从一个美丽的女孩开始。她长长的黑发，大大的眼睛和洁白的肌肤，我想她一定是这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孩。我们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一起吃饭、放学、回家和写作业。但是后来她走进了影视圈，嫁给了一个和她一起拍戏的臭小子，生了一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女儿，还玩起了撕名牌这个举世闻名的游戏。所以孙俪给了你这个工作？嗯，是他侄子的姨夫的前女友，钟点工阿姨的法医老师的妹妹在汇报工作，而且他们跟我说他们需要我，需要一个像我这样拥有亿万粉丝拥戴的科技人才。啊，等，什么？你从哪儿来的这个亿万拥戴？那，你看这个一元石粉、十元白粉、什么僵尸粉、常规粉、脑残粉，合理搭配，500条评论转发呀，99元包月，升级会员呢还有更多的优惠，免广告送回粉，年终还有抽奖钱。什么？我是选黄金级会员还是铂金级会员？随你吗。黄金级整包海量妖精粉，可与粉丝互相私信图片、小视频，但铂金级开设了粉丝约会的项目。哎，你怎么和我一样这么无极限啊？当优，人民币放在你面前的时候，还什么极限呢？象限都没有。你确定不是 Q 币？以及一屋子电脑。那什么时候开始呢？现在。十二，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推广惠普 X360 变形本，我相信你能想到一个完美的 idea。加油，老板，未来我们的主人公将何去何从，接下来究竟男莫女泪或是细思恐极，惠普及英特尔公司希望能得到你的持续关注，一切将在下周揭晓。